方慧德，方慧德，吃早餐喽！哎，你变态，干嘛不穿衣服啊？对不起啊。 你没有打扰我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喜欢谁，那是你的事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懂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很多事，比如说，我妈快死了。 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妈妈生老病死，所以帮不上忙。方伟德，你妈妈的事我很遗憾，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，但你有必要对我这么说话吗？我只是想关心你而已啊。是你的关心，我收到了，好吗？你到底是怎么了嘛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 你为什么会带那个女生回来？哦，我认识你之前不就这样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懂我，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去受约束啊，所以你本来就不应该预设立场，我们之间会变什么样的。哦，还有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之所以会变熟，也是因为我们刚认识不久，你就让我睡你床上。 所以拜托，不要自作多情，好吗？我从来就不是自作多情的人。我以为我们是好朋友，不是吗？是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但好朋友有一条线，你超线了。 唐佳妮，你根本是喜欢我，对吧 ？OK， 这是送给我们离别礼物，算很好的东西了啊！啊，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，我要搬家了。